今天韩市长来，等爸我刚不快点立啊！你欠市民三个道歉。哦、我想全世界上远的距离吼、哦，必然是对这个质询席到市长席的。哦，市长已经221天哦没有进市议会报告。哦，结果本来开10天临时会，必杀刚杀刚必半刚，既然连个别议员的质询都被剥夺、哦，我想民进党团在这里要最强烈的谴责。今天韩市长来。等爸我刚不快点立啊！你欠市民三个道歉。第一个道歉，你不要来议会，不进议会，你要跟市民公开诚心表达道歉。第二个道歉，你在这一段防疫的期间制造恐慌。你刚刚说市民不要恐慌，但是我认为说最大的恐慌的来源是来自你呢。所以你制造恐慌，你是不是要跟市民道歉？第三个就是说你的这个二倍金第二预备金的使用现在才过4个月今年才过1/34亿的二倍金你已经用掉了80.9%了那其中如果你用来做防疫用来做纾困来照顾我们市民的生计或是做防疫的补贴还是说做经济的振兴我们会说呢3517万哦，占10.8%哦，你这个用来做防疫，二倍金用光81%，那其中只有10.8%在做防疫的使用，我觉得这个是不及格的啦。